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房子就是一个最终价格大概在46-47万的一套房子。那这个房子现在是有一个现房的，目前在年底的情况下，并且现在利息特别高的情况下，建筑商对现房来讲都降价了很多。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套最终价格46-47万的新房子，它在 Jordan Ranch 这个小区，2341尺的居住面积，但是它是一层的。如果你看到它一进来之后就是很高的一个举架，举架比较高的房子给人的感觉肯定是更舒畅的，然后更 open 一些的。那这套房子目前你看到样板间的一些装修其实就是相对比较普通的装修，橱柜也是相对普通的橱柜，然后它的这个大理石台面也是那个比较便宜的大理石台面，它只是说软装做的比较好看，是让你觉得比较好看，户型感当然很不错。然后客厅的挑高最高处大概就是在13尺左右。这个房子有4个卧室，是有3个洗手间，结构感比较好，它有2个车库，然后再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卧了。这房所在的社区叫 Jordan Ranch， Jordan Ranch 是一个学区比较好的社区，它的小学以前的那个老学校也是个 A 类的，但是它有新开一个学校，初中高中也是 A 类的，但是它的高中呢是 Fosher High School， 它属于 Lamar 学区，并不属于 Katy 学区。他现在有一套现房是46万的报价，他是从47万多降到46万的，因为年底的现房本身就会有一些优惠，在年底买现房是划算的，因为本身在年底的时候这些现房如果没有卖出去的话都会要交一个现房的库存税，叫 inventory tax， 所以建筑商为了不交这些税尽快的清理自己的库存是比较必要的。它的另外的几个卧室呢都是在旁边的一些位置，有一个卧室是在这个房子刚进门的旁边。然后它其他的几个卧室是在这个房子的另外一边。这边是一个书房，所以它有4个卧室3个洗手间加一个书房，结构感是很好的，一共2341尺，但是看上去这个房子就显得比较大。这边呢进来之后是2个卧室，这2个卧室会共用一个洗手间，对它结构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卧室和卧室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都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的地税，现在的利息是比较高的，目前利息大概就是在7以上的一个价格了。那现在来买房子的话，您的买房成本就会相对比较高，但是买新房的现房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的建筑商会给一些 closing cost， 也就是说给一些贷款上的优惠，给你买利息买的更低一些，那这就是相对好的一个方面了哈。当然了，年底买新房现房的情况下，它的优惠力度会相对大一些，可是其实40几万的房子优惠力度也不太可能就是给你优惠3-4万那么多哈，但是只是比平常的时候要优惠力度更大一些。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新房子，一层的一个新房子46-47万美金左右，在 Jordan Ranch 的这个社区。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社区是什么感觉吧。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小区叫 Jordan Ranch， 这个小区是由著名的开发商 Johnson 开发的。 Johnson 不仅开发了 Jordan Ranch， 还开发了几个非常大型的项目，比如说唐城的 Riverstone、 Fosher 的 Cross Creek Ranch 等等都是 Johnson 开发的，所以大型的开发商的口碑是放在这里非常不错的。这种大型开发商开发的社区全部都是高端社区，所以像泳池、网球场、湖景、 Lizzie River 等等的这种公共设施都会做得非常的漂亮。这买大型社区的房子的好处就是社区的规划好，你不太用担心这个社区的位置过于偏僻或者周围的交通太不方便。那这个社区还有这种社区式农场，你可以在这边种种菜呀，种种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每个社区的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这种美国大型社区的社区感是非常强的。整体来讲 Jordan Ranch 在高端社区当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社区除了这样丰富的社区资源，它的位置也是很不错的，离休斯顿的这种 Water Park
还有休顿的 Kitty Millmore， 还有就是休顿的十号能源走廊都非常的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Jordan Ranch 就是在这个位置，辐射在于 Jordan Ranch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的这个距离都是非常繁华和开发完善的区域。因为这个学校都是新学校，社区都是新社区，所以围绕着这些新社区建了非常多的新型的学校，都全部都是五星高中标准建设的，所以以后的学分还是未来可期的。那我们就看到 Jordan Ranch 离十号高速公路非常近，所以它的地理位置也是很不错的。